这是我妈这两天做的猪皮冻，嘎两块，然后给我丈母娘她那边拿过去。你舅姨拿的？啊，还有我舅姨的。你舅姨拿的猪那个肉皮吗？他说他没时间熬，要到时候给他拿点吃就行。行，看下敬意愿意吃这个。他愿意吃。自己家做的猪皮冻，可好吃了。这个现在回镇里了，没别的事了吧？那我就走了。那你老丈母娘，我看看她要不要土豆。土豆。你干嘛呢？待着呢。哦，我寻思你没打麻将。没有，没玩。哎，那个张雷要回去，完，然后你那个土豆拿不拿？拿点儿。土豆还生芽子了吗？没有，就在窖里刚拿出来的。刚。没生芽子行，俩人生芽子就不拿了。生芽子，你把那芽子大点挖了也没事儿，俺们就常年吃啊。那你到。后边儿了，没菜了，你像五月份没有菜了，你不就得吃吗？你大点吧子，你那个楼里头热，你就在这儿不生芽子，回去它也得生。对呀，我就寻思在那要生芽子，上楼上那生的老快了。那你那个啥，那个你就把那芽子那个地方给它大点挖了，就没事儿。行，那你拿点土豆吧。那酸菜啥就拿吗？现在不用，我上回拿我还有一颗。行，好了啊。大土豆子。这都是我家地窖里放的。拿出来没有牙。地窖是个好东西啊。拿几个不行，你家不拿的。我不。我走了，奶。走了。啊。啥时候回来？我没准儿，没准儿过两天儿的。过两天儿上俺那个蹲庞宇一起回来。啊，庞宇领他去看病去，都打算。得给他看看。啊，检查检查呗。检查检查，看留没留劲。行，走了。哎呀，Peter。Peter，妈，给你拿过来了。我拿土豆了。哎。哎呦，这啥？这冻的，你拿好土豆啊？对对对对。哎呦，挺好，又好吃。就又整这皮冻了。挺好吃这样的。对。还有蔬菜。一把毛又长了。过两天又得给你剪毛了。天哪。准备好了吗？穿完了，穿完了。咦，走吧。行，走吧。最后一件事情，给静怡来送那个酸菜和冻。来了。拿的酸菜。啊，酸菜和豆儿。啊。我妈昨天刚做好的。是吧？今天就给我送来了。谢谢你妈啊。你给她说。你妈啥时候过来呀？她，你俩通电话呗。我也不知道。走了，静怡。不在这儿待会儿了。不对了。